天订这个油饭呢，因为我很喜欢吃油饭，所以我订了很多。那当然，下一天是没有吃完的。后来我们初一也吃了，那今天中午也吃了。所以，我真的，我吃了，看到这个清单，我吃了真的蛮多的红灯食物的。好，对，如果这些东西不好吃太多的话，那黄灯食物是偶尔吃就好。那黄灯食物又包括哪一些？是哪一类的食品算是黄灯食物呢？Yeah. 你知道吗？我看完这个黄灯类的食品之后呢，我真的有点心慌慌哎，因为我还以为这一些是绿灯来的。你知道黄灯类食品呢，包括有一些盐分比较高，可是呢是少油、少糖、少油炸类的食品。这一些食品呢，黄灯类的话呢，就是孩子偶尔吃呢就好了，不能也不能常吃。那爸爸妈妈真的就懂得怎么帮小孩子把关，比如说啊，比起一些高油脂的花生糖吃，还有一些坚果类的酥糖，当中包括了有花生糖或者是芝麻，还有一些芝麻糖，这些呢就比那些高油脂的花生糖来的健康一点。对啊，我想说为什么会是黄色呢？因为我平常就吃坚果类或是高纤的苏打饼干，应该是吃的比较健康一点。但是它属于黄色，是因为它本身像你刚刚说的是高油脂，而且它里面的油脂呢，就是高油脂的钠量很高，所以它是非常容易的。它是碳四氢键上的营养成分，其实里面暗藏了一些陷阱，所以它常常是会对身体有负担的哦。Fuck you. Cut. Cut yourself. Fuck you. Cut. 外面买那种一个 pack 的那种果汁，还有调味。